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欲言又止的呀。今天我是梅子芙蓉，这场影视化是《沉默之秋山》。那上一集我们拿到了很多的任务道具，那这一次我们要继续走。这次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吧？我错了，不要咬我，不要咬我！这一扇门，对，就是你。同样，哦，你真的是。我觉得我先准备好好了。任务道具是这个月亮石。我是不是要先杀死他啊？不，啊，不要闹了，快走！这里还是不安全。对，还是有那个沙沙沙的声音，杂音。好，这边是哪里啊？感觉像是不归路。哎，我掉下去了！我掉下去了！我掉下去了，好再来一次。哇，我们又从头了。好，赶快走。然后不要理那些东西，然后直接使用月亮石。快走，他那边太危险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看字，他上面写什么300年的，我根本没有看清楚。然后我不能再跌下去了，总觉得下面就是 boss 战之类的。好，下去了，很深很深的地下。超大型水蛭，这样打对吗？它会不会自动瞄准啊？它过来了，这样到底有没有？这样到底打它有到底有没有用？还是说一定要打头？在那边，真的是超恶心的。那到底要怎么办？一定要打头就对了。真的是超大型，后面吗？真的。原来他会一直换地方，说回去了，这次会出现在哪里？
在这里。换快一点啊。根本就这里吗？哦，背面。哦，不是背面，吓死我了。哎，不会咬一下就死了吧？咬一下就死了。哎，快起来啊！哎，发生什么事了？死掉了，吓死我了！我想说咬一下就死了。用一罐吧，在那边。哎，缩进去了，还是在对面吗？哎，死掉了吗？啊，吓死我了！好恶心的超大型水蛭。看到这些光滑的地板，感觉真好，真的是已经受够了。所以我现在应该要去哪里？而且我一定要投诉这间购物中心，他们居然把客人留在这里，好恐怖哦！到底是？很恐怖的 shopping mall， 我永远都记得这边。天啊，现实世界真是好。哎，这些地方应该该不会还有东西吧？我一定要好好，这边应该都没有东西了。好，顺着路出去吧。门口，我看到你了，可爱的门口。Heather, it's you. What just happened? You must be one of them. What did I do? And what do you mean by one of them? You're in on this with that Claudia, aren't you?Claudia? What about her? She asked me to find you, that's all. So you are one of them. Claudia did all that? Look, I was just hired to find you. I'm not on anybody's side.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Why don't you start by telling me what happened here?And that monster. What the hell was that? I don't know any more than you do. All I know is that things are getting really screwy around here, and I got a weird feeling it's got something to do with me. Maybe you're just an innocent bystander, but I can't feel sorry for you because you dragged me into this. You know, if you hadn't found m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What's so special about you anyway? If I knew that, I wouldn't be so confused, would I? But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Something I've been running from and forgot for a long time. How did I remember that?
wrong? Nothing. Where are you going? I'm taking the subway home. What should I do? Hell if I know.我突然觉得侦探先生有够可怜的，我该怎么办？我怎么知道？而且这么晚还有地铁吗？而且你为什么要搭地铁啊？你可以搭计程车啊，计程车还有人呢。地铁整个就……你不觉得没有人的地铁站非常的恐怖吗，萨西小姐？防火门关着，要打开太麻烦了，还是算了。小门。哦，这地方真的是地铁吗？地铁可以让人啊！天啊！我觉得我必须先找到可以记录的地方。这边都没有记录的地方吗？哎，我要买票啊！让我看到一个人，让我安心一下，好不好？你可以跟侦探先生一起回家啊，萨西小姐。啊，天啊！什么？售票机上有报纸。黑泽路大街车站发生了意外事故。4日深夜班11点左右，在黑泽路大街车站等待列车的一名男子从站台落入轨道。被开往圣雷纳塔学院车站的电车所撞，当即死亡。警方正从事故和自杀两个方向去着手调查。据目击者称，死者看上去没有喝醉，好像是自己从站台上跳下去的，所以自杀的可能性比较大。年约40岁，身高180，身着黑色夹克衫。4个月前的新闻了，现在还有什么用？哎，这地铁太弱了吧！4个月前的报纸都可以留在这里，这边都没有记录点吗？好吧，那我想要知道另一边到底有什么，就是往车站另一边走是什么记录点吗？Go go！ 坏掉！可以不要用这样的视角走路吗？很恐怖。好吧，这里一定也回不去了。很奇怪，就都已经没有车了，那感觉也像是都没有开了，你还要跟我讲说你要搭 Subway 回去？你骗谁啊你？侦探先生呢？我希望跟侦探先生一起同行。目前当务之急，找到记录点。哎，我可以直接记录哈，没关系，我还是先记一下好了。更不用去找到记录点嘛。这里。好，那这里有什么呢？那边应该都没有什么东西了，那边也不能走，所以我只能进地铁了。这个时候还会有车吗？地铁站？好恐怖哦，都没有人的地铁站。这里有东西吗？厕所？打不开。没有人的地铁站，超恐怖的！往下走，地铁站好大哦，有地图吗？好像没有。电话亭，打电话报平安。它是不是亮了？它是不是亮了？我被它亮亮吓到了。
好吧，这边都没有东西了。啊，第六点。决定。好啦，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结束了，希望大家喜欢实况影片。如果你觉得影片还不错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点个喜欢。想继续找最新影片，就请给订阅 YouTube 频道。有任何意见，欢迎留言下方的评论板。谢谢大家收看，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哦。